中螺海螺，中卷角卷虾子一斤200块，将近550啊。抱回家。现在这个一公斤多少？这个吗？对，我们这边说台斤呐、啊，台斤、这个、才60到80块而已、哦，这种的话150。有咩故事啊？哎呀，我都唔想咧，快收啦，俾佢哦。100个。有喜欢的吗？可以送会就没事。买哦，给阿姨阿婆的。他们喜欢的。章鱼要不要？章鱼250。15。然后小鱼要不要？那个250，300跟380。好，鱼头要吗？那这个吗？400一斤。好的，我就知道。快给哦！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记得来，再讲一次。我有点都来了而已啊。有化学的，有化学的，化学的。
百六十六拿五百五啊。不行，我相信你会的。我知道这个，等下直接上去，我知道。这三个，这两个直接倒下来就好。小的先到，再到上面，再到大。再来侧面，给他先走。小的先到，再这个，再这个。小的呀，他那个，他这个。先霸气的啊。阿花的这个。他的帽子。我没有搞清楚。